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去信聯合國，要求調查英國國會議員尋求到香港調查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情況，有沒有侵犯不干預內政原則。他們的調查權，國會調查權只是局限於本土的一個調查權，現在他伸延到國外是沒有這個權力。基金會說中英聯合聲明沒有記載英國有來香港調查的權力，也沒有提及英國對行使基本法有監督權。如果聯合國調查之後確定英國干預中國內政，應該考慮向英國提出警告或者是譴責。